要讨论的题目啊，咱就是要用心为台湾。啊，要安怎用心为台湾呢？咱讨论的题目就是国家家，哦。啊，咱国家家要讨论的进程吼，先自我介绍一下哈。我是新德州的生态群的群首，我叫做王选杰。那我伫遮吼，先答大家问好者，大家平安，谢谢。咱这支旗也捌看过无？这支吼是西南公国的国旗，捌听过？西南公国吼，伊的人口22个人尔。当然咯，啊你唔通笑。你虽然有2400万人，你连国家都无。人伊22个，人伊是一个国家，所以啊，唔通讲笑哦。人伊是一个国家。伫个1967年哦，西南公国宣布独立，独立于英国，因为伊啊，这个国家吼，伊的领土干那500平方尔。伊为虾米？就是吼，这个怒涛塔，这个怒涛塔吼，是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，英军伫咧伊个海边遐起的，啊，了后撤离了后吼，这个西南公国的国王啊，都去甲占起来，这就是目前的情形啦。这个叫做怒涛塔，顶头吼超500平方。这最近才出来的新闻了，伫海中啊，爱通两支这，好做驳坎嘛。伊迄阵啊叫驻英军哦，啊驻英军的时阵吼，到尾啊无驻啊，无驻了撤退。这个英国的陆军少校哦被刺，因为伊是咧主持个地下电台啊。就咱即卖地下电台同款诶，啊，因为无下英国诶法令，伊要找一个所在吼，会当脱离英国所控制诶所在啊，所以要找到即个怒涛塔。哦，伊阵刚迄年啊，带因某去甲占来，甲占来了，人宣布独立。哦，全世界无几国家承认啊，毋过只要有人承认就会使。哦，伊伫个9月份宣布独立。啊，这是伊未来的建设蓝图，哦，所以伊有咧，未来伊要建设干呢啦，哦，啊，莫笑哦，人伊是一个国家哦，伊有这西南公国，你台湾连国家都还不是哦，哦，所以免啥想笑人啊，哦，人伊完全拢进口到啊，只要若有钱哦，免惊无地买，知不知？唔通讲，猜讲中国人哦，阿伯啊，有钱都无地买啊。阿伯伊敢若10几亿人哦，嘴一个开，都要食物件，所以足痛苦的，毛泽东足烦恼的。这西南公国吼，这计划中，根据1933年吼12月26日，伫个蒙特维多通过一个公约啊。叫做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，伊顶头规定哦，要正做一个国家，爱符合4个条件，哦，啊，国家叫权利跟义务，啊，国家的权利跟义务哈，有公约来规范。第一个条件啦，爱有人民啦，哦，啊爱什么人民？公民才是哦，唔是国民就会使哦，爱公民，爱有一定的领土，爱有政府，爱有外交权，啊，所以拄喺西南公园，这四个条件拢有合无？所以人伊是一个国家哦，有土地，有人民，有政府，人伊嘛会使做外交，所以吼没有问题。啊，咱来了解，
要做一个家，同样要是这个条件。你要知道你家有多少人，你要有住的地方，要能自己管理自己啊，要跟隔壁能交往，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家。袂当讲恁家几个人，你唔知啊？恁家的小朋友，你有甲问你家有几个人？每一个小朋友拢知，阮家有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，伊拢算会出来。唔通我才讲吼，有的国家因家几个人伊唔知影，安尼变哪做国家？阮家六个人出去买60个便当回来，还是要安怎？阮家若60个人，结果买6个便当回来，大家唔在相拍，所以啊，袂当讲恁家几十亿人唔知影。哦，唔通在其他国家讲，因家即马10几亿伊唔知，伊就有人口的算起来讲13亿。啊，结果咧，因实行一胎化政策嘛，一胎化政策结果咧，生着查某囡仔唔敢报户口，都真侪无报户口的，无报户口的变怎啊？变16、7亿个呀。所以吼、哦，因家己唔知因家几个人，安尼就袂当做一个国家。虽然啊，伊即马伫联合国有一个席次，唔过吼，伊是无正常嘅国家，因为你连领导几个人你都唔知，袂当做正常嘅国家。哦，啊，第二，要有领土。哦，你领导系大嘅所在，对不对？啊，袂当讲你嘅领土啊，领导嘅墙围啊，四周围嘅房间，甲你嘅厝边拢有纠纷，安尼你是要安怎做家？你大敢会安宁？中国这个国家，甲伊四周围的国家，拢有领土的纠纷。为日本、韩国、北韩、甲苏俄、印度、土耳其、斯坦、新疆，各国都有纠纷。啊，做安那做做国家，你甲我讲，做政府，政府唔是要来限制你的人民啊？讲袂当出国的呢，对不对？你敢会限制讲恁囝袂使困这间房间？这间房间姐姐要困的，这间房间妹妹要困的。你一定讲哦，恁家己参详好，家己要困到一间，恁家己欢喜，无恁拢困困做一间，恁家己自由，对不对？安尼唔只会当做家，啊无干那兄弟啊，都干那咧烦恼要住到一间房间就相拍。所以吼、哦，无正常的国家就是个这个原因哦。一直管因家己的人民，袂使出国去佚佗的，袂使自由出佚佗的，袂使黑白讲话。所以吼、哦，这都无正常的国家，因为这无合法的国家。介四周围的国家，拢有领土的纠纷，安尼外交做会好势吗？所以啊，伊的外交爱用钱买。爱含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斗阵比赛，看谁钱较侪哦，来买过非洲个国家来买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安怎讲？因为流氓政府只要开钱落，人就要甲伊建交啊，只要伊个开较侪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无合法的国家，咱兜唔通做无合法的家，然后连恁兜几个人都唔知啊，嗲米要嗲偌济都唔知。所以要了解，咱做一个国家吼，叫订立条约的权利哦。你若是做一个家，袂当含人订条约哦，会使订契约了哦。啊，你若是一个民族，会当跟人订盟约了，袂当订条约哦。条约是国家甲国家才会使订条约。啊，国家吼。才有进行战争的权利。人民虽然可以反对战争啊，但是啊，不能拒绝战争。相反的，人民哦可以赞成战争，但是人民不可以发动战争呢，国家才可以发动战争。哦，这真简单的道理嘛。今仔人上歹的文化就是伫遮。因讲吼，若要做国家哦，只要有土地、有人、有主权，就会使做国家。所以吼，因是将土地摆头一位了。
伊若无土地，袂当做国家。全世界拢无共哦，全世界是人排头一位哦，人民啊上重要，人权上重要，人权排第一位。支那人因将土地排第一位，哦，迄无共款。啊，因的国就是古早吼诸侯的所在，诸侯的封地叫做国啦。啊，其他的地方呢，全天下都是皇帝的，对不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嘛。所以因的观念做歹，就是呢，规地球拢因的地啦。你知不知？所以因做爱讲啥？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。问题就出伫遮，天下谁要跟你讲？恁兜要跟人讲吗？有倒一个因兜要跟人讲的？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想要跟你同，你过得很好是不是？人家跟你同才有意义嘛。你过得跟乞丐一样，人家要跟你同，神经病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吉纳人的文化吼，为伊的文理就会当看出来伊的文化。要成为一个国家吼，首先啊，要打仗。打仗以后要杀人头，所以啊是一个祸端。要成为国家要有祸。香港这个歌手唱这条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都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歌做了很好听，不过吼，你来知呢，古早时代啊，那讲龙啊，你是龙，皇帝就把你抓去砍头了，对不对？你是龙子，很好，抓去砍头；龙孙，砍头。只有皇帝的儿子才是龙子龙孙呢，哪有你们是龙的传人？搞错了啊！这是最近吼，在蒙古发现的，一个渔民抓到的，讲我做龙呢，长得很像龙，有没有？在18号，6月18号，一刚抓到的，这就是因的龙啊。对不对？这都还多，不管我都也多哈，直接上网都找得到，哦，不一定要照这个。古时候帝王啊，他才可以说啊。他是真龙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生的儿子叫龙子龙孙啊，啊，恁多几个是皇帝囝？你甲我讲，神经病啊，是不是？皇帝传这么多子孙，龙的传人，你们是龙的传人吗？恰灵恰风的当得龙的传人了吗？是不是？干哪呢？看要笑偌济拢会使，对吗？安尼会当做龙吗？其实啊，中国人因是猪的传人。安怎讲？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字就看出来，这是考古上面考古最近刚挖出来的，在汉民族的地下挖出来的，都是猪的图腾，哦。考古学家在古汉人居住的地底下挖出来的是猪的图腾。阿基里亚那趟，这里有这屎，屎就是猪了，啊，在屋子下面养猪就是家，这是中国人的文化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？
他们是不是猪的传人？还骗你说龙的传人哦？从他的文化就可以看出来了，不用强辩哦。你在辩你的龙的传人来，你我抓龙给你看，蒙古的龙抓来，他是龙了吗？不要笨了哈，是猪的传人啊。因猪家就是咧拜神的地方啊，拜神的地方要抓出去拜嘛，就是庙的所在，家庙，哇，家族就是往那咧起地的所在啊，这家族。啊，因即马所讲的高楼大厦哦，嘛是咧起地的所在，因为这个楼啊。就是求主的主灵啊，啊，这个下嘛是吊脚楼嘛是咧起地的，所以哦，吉奈文化哈，从它的文字可以看出它的文化。这只牛哈，嘛最近上新闻的，美国的牛啊，也这米歇尔克谢克，这只牛八岁啊。伊自细汉哦，甲狗斗阵大汉，所以伊认为伊是一只狗。伊拢甲狗斗阵食饲料，毋过伊袂晓肥啦。他拒绝吃草，他一定要吃饲料。这是伫美国的最近只，啊，咱毋通变成龙的传人吼，咧吃龙的饲料，迄就歹啊，哦。伊甲你讲，你是龙的传人，哦，哎，龙甲你教讲吼，只要有恒心，铁杵啊可以磨成绣花针。咱家若做铁工的啊，读过机械啊，读过机工的啊，拢知影，铁不可能磨成针啊，要钢才可以磨成针。哦，就跟刀一样，刀如果用铁打。也打不出好刀，要用钢才可以打出好刀，哦，针啊，一定要用钢，用铁是磨不了针的，你用铁线你去磨磨看就好了，不用用铁杵，用铁线磨成针就好了。牙签啊，能做的事啊，铁杵啊不一定能做，哦，所以说不一定牙签要用铁杵去磨，那也很累，各有所长。钢才可以磨成针啊，哦！不要被他们误导了。他教你二十四孝啊，你尽量孝啊。猪啊，这中国人饲的猪，吼，足爱伊的猪的。伫个猪顶头哦，赤龙赤凤，唔过啊，赤龙赤凤赤骨较水，都爱抬啦，无可能变龙啊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自古早迄个清国的时阵啊，因会伫个《大清一统志》的内底吼，伊就写写台湾啊，台湾府自古封侯之地，无通中国，名叫做东番。哦，明天明的天气中啊，就是民国的时阵啊，为红毛荷兰夷人所据，就是迄阵啊荷兰人有无？属于日本，清顺帝六年，才予郑成功占去。哦，这是伫个吉那诶清国因的一本册内底查的资料，都是这本。这本顶头才写个真清楚，好吧？自古封侯之地，无通中国，名叫做东番。这本是伫个《大清一统志》哇。啊，这伫马关条约的时阵，马关条约的时阵，将台湾甲澎湖挂予日本的时阵啊，其实迄阵啊，清国啊，敢若有只个这边尔，敢若西半部有法度管理尔，东半部根本无法度管理啊。啊，竟然啊，大清的皇帝将伊毋是伊的土地啊，顺续挂予日本，都敢若你卖厝啊。你卖厝，将你隔壁的房间顺续卖去，会使吗？迄号做不要脸，你知无？不是你的房间，也把人家卖了，就是这个原因啊，
对吧？因为当边这边呢，啊，个原住民所还没有被他征服嘛，啊，所以清国啊，将归入台湾拢挂好日本，日本来的时阵，爱过去征服高沙族，原因就是这样。这就是一种马关条约严峻。马关条约吼，伊唔呐将台湾配合挂好日本呢，挂好日本天皇诶，伊连辽东半岛遐嘛挂好日本天皇。因为啊，辽东半岛是以大清帝国的奉天，所以隔顶年爱阁挂登个海，定一个辽南返还条约。这是民进党上爱讲的哦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句话敢那大家拢足好讲的。唔过，你那台塑的人哦，伊咪讲。台塑是我们台塑人的台塑，对不对？中油啊，买在讲中油人的中油，甚至讲哦，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，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，美国是美国人的日本，啊，这些在讲啥？这拢感情尔，对不对？无淡薄法律嘛，你讲台塑是台塑人的台塑。王英强做古仔，你去讲啊，也无差啦，也袂变你个啊，对不对？台塑还是我王永庆的、啊，不会变成你台塑人的台塑吧？中油会变中油人的中油吗？我伫中油打工会变成我的吗？卖戆啊吼！所以啊，这是感情，安尼伫个条约顶头无咧讲感情诶，干那法律诶。法无咧讲感情的，哦，这钱呐的文化，就是为个东夷文字来哇。东夷伫倒位？东夷就是即马走伫韩国迄个位啊，北韩，遐就是东夷啊。因为文字吼，为遐传过来，因为做东夷文字，唔是汉人的汉文字啊，汉人的汉文字是为东夷过来。啊，汉文化吼上歹所在就是伊个字本身就毒。恁受伊个教育，唔知影讲有毒，因为恁已经食甲中毒伤深啊，没有感觉到有毒啊。你想看卖啊？所有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吼，都是坏的字，无一个好字哦。为一个较好个讲，跟小朋友在一起才是好。对不对？好，跟小孩子在一起才会好，跟男人在一起不会好，所以这个可见哦，这个字也不好。两百字哦，跟女孩子没有一个是好的，所以中文的文化上歹的所在是有毒的，就是伫遮。妈妈也不好啊，要跟马在一起才会好啊。对啊，你妈妈就跟马在一起啊。啊，好字就跟一个小朋友在一起才会好啊，跟男人就不好了。而且更惨的是哦，女人如果娼哦，就不好了啦，这个字就难听了啦。三个女人在一起哦，更难听。啊，这个。所有的女孩子只要跟女的在一起都不好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女孩子越少越妙，哪会有这种文化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讲破，你们都没有觉得她有毒；讲破了，你们才觉得说啊，奇怪，为什么对女孩子特别不公平？因为她的文化就是男女不平等。字啊，应该是中性，向哪一边？文字哈，应该本身是中性的。汉字哦，最大的毛病就是它很难学习。哦，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时候就一直学中文。造句造词哦，生字一直写到国中以后还在写。英文最简单，
二十六个字母哈，拆开每一个人，大家都认识，很简单。合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中国字呢不一样了，它每一个字都困难呢。所以中国的文化文盲很多，因为要学字很不简单，要很多钱。啊，这些字呢，像义啊、自闭、利基，这里的每一个字哈，这十几个字啊，每一个字同音的都有100多个。一查字典啊，每一个字哦都有100多个，你光是要找一个来用哦，你就累了。电脑现在一打，你打这个义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他说很容易，光要找这个义就不容易了呢。中国人讲的话哈，都不好的。哦，他只要言部的都不好的，讲的话没有一个好听的。所有的言啊，也是200多字哦，没有一个字好听的。唯一一个比较好听的哦，最近最常用 ，Facebook 上面最常用，赞你哦，这里赞你哦，我看唯一是比较好的。问题是出在哪里？这个赞哦，你要先用钱去买，有没有？要先用钱买，买你的话才会赞呢。那这样会赞吗？笔画又这么多，赞吗？这个赞写完都不赞了啦。其实吼，咱台湾吼有泰国文，咱台湾较早有古文呢。咱台湾较早有文字呢，是干那咱祖先拢无传落咱，所以咱即马干那会晓讲台湾话尔。这是伫个和平岛遐挖出来哦，泰国文的石碑。这个石碑哈，台生这个可能无电了哈。小蔡，这个泰国文这个哈石碑，即马伫京都的博物馆，京都博物馆已经甲载登挖到的时阵哦，经甲载登日本。啊，这个是伫个迄个八通关古道虎字碑边有一个石牌，迄、那个石牌顶头嘛有古文字，即咱台湾的古文吼，即泰古文。啊，即、这个、泰古文吼，日本人学到的时阵吼，非常的欢喜，马上啊，甲载登去日本。迄阵啊，伫鸡人和平岛遐学到。啊，学到的时阵吼，日本人感觉。好作战，因为台湾的文化足深的。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咱唔有泰国文了，台湾佫有蝌蚪文，啊，佫有蝙蝠文，所以咱台湾的文化足深的。那考古起来吼，咱台语吼。念起来有八音嘛，对吧？用八种动物，对，狮吼八臂，狗狗唱鹿，这就是咱台语八音啦。所有的字拢会使用这八音甲带落吼。啊，那这两字，这两字哈，就是洗刷。恁捌听过洗刷无？唔捌听过洗刷？伊无叫你洗刷紧行。嘿，洗刷就是这两字，洗刷，哇！所以咱台湾哦，较早有古文唔是无，不过拢未晓用啊。咱的古文哦，这像意又像音又像形，因为啊，这个洗刷就是咱咧伫草埔啊咧行路，洗刷洗刷的声，啊，佮两支脚的形。你走路叫做移动，洗刷就是这两字。啊，你知道这两字什么吗？这是中文的字诀。那咱台语文的泰国文吼，日吼内底是空壳的，月亮内底嘛是空壳的，
是安怎恁知无？因为咱的古早，咱古早台湾的古早人吼，早就知影太阳甲月亮是空壳的。伫个太空人还未上月球的时阵吼，伊唔知影月亮是空壳的哦。啊，迄阵啊，美国登月的时阵吼，伊捌伫个月亮遐创一个地震仪啊。啊，地震仪放落的时阵，有一摆阿波罗13号的时阵弄落月球的时阵，迄个震荡的波吼，超过1个多小时。所以美国的科学家吼，因估计月亮吼是空心的。啊，你甲想，咱台湾较早的古文就会知影月亮是空壳的，日头嘛是空壳的。这是中文伊内底只加一个一点，因为做日月空壳。啊，恁捌听过咱门安怎讲无？咱台湾话吼门吼做见关，对不对？较早的门大家嘛有声，是见关，就是门啊，哦，正门甲倒门有无？咱台湾话讲，阿胖啊，哦，啊是阿香啊，阿香啊去香港买香买香，真胖。哦，这四字拢四个音哦，啊同一个音。咱常嘛咧讲，哦，胖公公，乌索索，白色色，哦，这都是加强语气音。全世界敢若咱台湾吼，有这款加强语气。有时啊讲电翘翘、软索索，哦，啊乌索索、白色色、红公公，这拢是加强语气。甚至吼，咱从头讲到尾啊，吼，每一个人讲一种都啊讲未完。那讲这，讲这，软索索的啊，吼，咸正正的啦。咸嘟嘟的啦，这讲未完，所以吼，有时啊，咱无斟酌去了解咯，拢唔知影咱台语有偌深。啊，其实咱台语即马其实会使用罗马字吼甲代过，因为全世界所有字拢会使翻做罗马字，咱台湾叫做白话字，吼。根据啊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，希腊雅内底吼，这种语言啊，是一种愉悦的平稳、有节奏，而且异常优雅的文字哦。语言啊，所以人因东印度荷兰人吼，因足早就知影讲，咱台湾人吼讲的话足好听。咱台湾话的好听，就是因为咱有背音啦。啊，咱熬唱歌就是因为咱有背音。其他人因的音，或者五音不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只有四声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音是轻声嘛，轻声就是半音而已嘛，所以他们叫五音不全，五音不全，对吧？啊，那咱台湾人诶，拜是虾米？拜神是阿弥陀。阿弥陀就是敢那第二主无？第二主甲阿弥陀，这是边部族啊咧拜的神啊。伊拢穿一个鹅，一个鹅内底滴水，伊是拜内底水，唔是拜迄个鹅。哦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阿弥陀。边部族啊，拢拜这个。阿毛拜地基主，啊！这支那人哦，足巧，知咱台湾人足爱拜嘛。哦，伊就紧甲你传一个这号你拜。啊，这有像慈禧太后，伊甲你讲哦，这唔是慈禧太后，这号做妈祖。啊，唔过吼，妈祖吼，伊是甲你骗的，安怎讲？伊字写甲足清楚哦，你看，讲这是祖妈，
妈祖甲祖妈是完全无同的呢。恁祖妈甲恁妈祖是完全拢无同款哦。哦，爱搞清楚，唔通叫骗伊。恁台湾人唔通采安尼，你拜人祖妈，爱拜妈祖，唔通拜祖妈啊、哦！不要搞错了，这个是祖妈啊、哦，这个因千国或者祖妈，姓穆的是祖妈，有清楚无？这是不是祖妈？啊，因跟你讲妈祖，哦，讲我这三个咧笑妈祖，啊笑伊倒去，是恁咧笑还是伊咧笑？这是不是祖妈？啊，伊跟你讲，恁咧拢咧拜妈祖。咱台湾吼、哦，上好的一句话就是安尼，牵手，知无？唔是。男士牵查某的，才叫做牵手哦。查某的嘛，会使叫伊的先生叫牵手。这是牵手，是互相相牵呐。咱台湾较早真都已经平等的社会啊，其实唔是平等的。咱古早台湾的社会吼、哦，是母系社会。母系社会吼、哦，查囡仔呐，看介意这个查甫的吼，就来牵这个查甫的手。啊！摕槟榔，甲放喺伊个袋仔内底，甲牵倒来，安尼号做牵手。啊，牵手有一点上好个，就是吼，爱先困到顶，你知无？先困到顶啊！所以吼，咱即马动心，就是爱先困到顶。会晓？为什么咱个房间放遮大间？就是爱先困到顶，哦。听清楚，先困到顶吼。这是较早吼的风俗，哇！因啊暗时啊，牵你的手去，因拢伫咧祭典的时候嘛。啊，女孩子就是看探听的机会，想看倒一个查甫的我较喜欢，倒一个较缘投。啊，若较缘投的，结果袂做事的，明仔载就叫伊莫来啊。啊，若较会做事的，好。一个你进来提亲，哦，明仔载回去了就准备来提亲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过天刚的透早吼，拢一挂查甫的拢咧赶路，安怎要紧赶回去传要来提亲啊？因为吼、哦，袂使先我回去，先我回去袂，爱匆匆赶路。希腊的社会吼、哦，查甫是爱入赘啊，因为啊。查囡仔才有继承权，哦，查囡仔才会生这继承产地哦。啊，这个查囡仔吼，爱到三十几岁啊，才会使生囡仔。三十六岁吼，才会当生。进前伤早生吼，有迄红姨啊，爱甲你堕胎。这就是啊，咱的蝌蚪文哦。这伫个日月潭的时阵挖出来，日月潭遐挖出来的时阵的蝌蚪文哦，一个教授吼、哦，马上进去甲买回来，买回去藏。啊，这张是荷兰人哦，伫个1640年的时阵画的地图，迄阵啊无人造卫星呢，伊就发动台湾哦画到遮准啊，无简单呢。西班牙跟荷兰人啊，是比吉纳人较早来呢，对不对？来的时阵，西班牙来个台湾呐、啊，将台湾一挂地号名拢号做西班牙的字，有无？像讲这个三雕角，三雕角啊是西班牙人哦做啥？圣地亚哥，有无？西班牙人啊去个巴西，伊嘛叫遐一个圣地亚哥，去个美国嘛有一个圣地亚哥。所以西班牙去到倒位拢爱圣地亚哥，伊来个台湾啊，多伫三雕角遐上岸，伫遐上岸啊，就将迄个所在号名做圣地亚哥，啊，吉纳人来就甲你翻做三雕角。较早拍乱乱，哦，乱乱遐个所在啊，
西班牙语叫做帕乱乱，中华叫做半山塔里木，大鸟本港侏罗山，侏罗山不是其他人和来和的呢，那是西班牙人的时候就在侏罗山了呢。新华在大白港，玉井在吉巴尼，咖喱在小龙，这应该这个小龙应该比较人听的啦，咖喱啊，台南咖喱啊，这小龙的勇士哦，这个咖喱啊，边部原住民的真好走，在东番其中啊，早就去啊，所以这个小龙的勇士啊，其实咱台湾哦，较早文理就失传去啊，失传去了，荷兰人来的时候哦，伊为着要传福音，要传基督教的福音，伊将圣经哦，马太福音啊，甲新约圣经顶头的福音，约翰福音哦，两本福音书翻作台语文，啊，迄阵啊翻的时候吼，翻作白话字，就是罗马字啦，因讲白话字，结果啊，后来约翰福音判禁去。啊，即卖目前有法度通找到这个马太福音，这边就是荷兰文，啊，这边是对咱新疆文，就是白话字啊。哦，是这个人翻的哦，这个人哦，这丹尼尔·圭比尔斯，啊，这就是新疆文，新疆文哦，顶头咧签哦，足奇怪，大部分拢查囡仔咧签。因为安怎？因为查囡仔才有继承权，哦，女孩子啊才可以当那个继承人。啊，嘛真侪做见证人，由女孩子哈、出面去订约，啊，伫现场做见证。所以伫个新疆文书内底哈，女孩子是主角。这嘛新疆文，看咱较早写个字啊，是毋是足简单嘞？拢写英文啊呢？是毋是甲英文同款？是毋是真简单？所以咱只要学两档吼，都遮厉害啊！唔然后才中文学十外档啊，搁咧学。啊，咱这编部族啊吼，好处就是伫个倒里来，咧算小。因算小做老实的，伊那是365天吼，伊安怎讲你知影？伊讲吼，有3个100个，6个10个，5个10个，因是安尼算。所以哦，无同款的所在伫伫遮，因是即个算小的所在无同。啊，因个会晓算麻仔无？咱遮有人会晓算麻仔无？哦，迄麻仔咧算吼，较厉害。敢那咧唱歌诶，佫拢袂算唔对，还有这算麻仔啊，你知影？这汉字哦，甲新疆文派客约囥斗阵，安怎讲？因为吼汉人吼足够反起反倒诶，因足无守信用诶，所以拢爱定新疆文的客约，啊，因佫叫做这番仔客。新疆文讲在翻阿克，这个人哦，咱一定爱捌伊。这个人哦，在李先德啊，李先德这个人是南北战争的时候哦，一个少将，在美国做少将，伊是伫法国出生，伊对咱台湾哦，真推崇。伫个迄年的时候哦，发表一份论述，就是讲台湾的土著啊，是毋是属清国所管？为这篇了后吼，因全世界甲美国拢知影台湾的土著啊、原住民啊，无属清国所管。这个人就是李先德啊，李先德吼、来伫台湾踏查的时阵吼，将台湾真侪风俗了解甲足清楚的。
伊的特性吼，就是伊的左眼是义眼，因为伊在战争的时阵失去左眼，啊，这里是假的。李先德吼，伊甲咱的台湾族的左肚林哦，订一个契约，作为蓝甲之盟。为什么订蓝甲之盟？因为吼，咱的台湾族啊，不是国家，不是国家，只可以订盟约，不可以订条约。李先德啊，伊协助日本人来打台湾。李先德会来台湾啊，就是因为这罗梅号，罗梅号哈，伫个发生船难的时阵，叫台湾族的人个台死，啊，即个就是荷兰比灯塔会做的原因。哦，咱从即个，咱要看即个哈，会使等咱看咱前啊迄几集，这就是迄阵啊哈，美国派两只军舰来打台湾族，结果派181个海军陆战队，海军陆战队打台湾族的人，结果打输，美军头一次打输，所以牺牲了一个第一位的在台牺牲的少校。伊伫个甲左启都吼，咧签约的时阵吼，毕其林甲教，毕其林甲教讲吼，即个原住民吼，唔捌看过人目睭会使摕落来，哦，你将你的目睭吼，若摕落来吼，遐原住民就惊，所以吼，伊照伊话啊，将伊的意愿啊摕落来，遐原住民惊一条，好啦好，紧签，结果蓝甲之盟就紧签啊，啊无遐简单啊。李先德讲哦，咱的原住民哦，体态健壮，外貌俊俏，行为勇敢，朴实有礼，非常信守承诺。哦，咱台湾人啊，印人较惨死的是伫遮。哦，非常信守承诺。他们对于居家几乎一尘不染，可以跟欧洲的那个魔幻农场相媲美。啊，其实啊，咱台湾唔呐十四种呢，咱台湾较早拢种啊，我目前查起来拢种28种，啊是真侪种已经灭亡去啊，啊真侪种嘛无法度人证明，像是讲平埔族，平埔族嘛还佫无伫个即内底，伫个即红的即内底吼是目前流亡政府伊个甲你承认的种，啊只个乌的即拢啊无承认的种。啊，这十四族当中吼，有承认的者，有九个族啊，因拢已经存万外人了，有没被族啊？李先德伫个南台湾踏查内底咧讲啊，讲哦，原住民啊，体态健壮，非常信守承诺。这就是体态健壮，好不好？非常信守承诺，咱的祖先啊。在平埔族的、台湾族的啊，因这些族群拢是咧出草的呢，对不对？拢咧抬人头的呢，哪有咧跪的？倒一个原住民有咧跪，有咧跪迄个祖妈的，绝对无可能。这就是李先德迄阵啊咧踏查的相片吼。伊阁讲吼，支那人哦，无守信用，结骨、贪心。哦，这拢支那人的无守信用啊！以前的吼，甲毕其林因一直要看看这热兰遮城吼是用什么起的，所以啊去讲这声响啊。结果啊，因吼为荷兰吼炸红门头过来，一个比了吼红门头较用。订蓝甲之盟了，连清国嘛想要甲左肚林订呢。结果左肚林讲哦，清国人我无要甲因订契约，清国人无收契约。若要讲，我会派我的查某囝下面讲。啊，这蓝甲之盟哦，就是订荷兰比灯塔。荷兰比灯塔吼，
啥物叫做鹅卵比？你知无？因为鹅卵这两字吼，这啊，就是英国人起的风格哦。英国人起的红毛城嘛，是抄这个型的。鹅卵这两字吼，是风帆的意思。伫台湾族内底，因讲哦，这风帆啊。你若去个乡村佚佗，一定有看到这个石头，对不对？这个石头做鹅卵，因就是风帆的意思，就是这粒。这粒吼，我底下做兵的时候呢，我那个叫做尼克森的，因为伊个头足像尼克森的。啊，尼克森吼是头一个美国总统吼，伫个任内内底辞职的。安怎讲？因为水门案吗？其实不是啦。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哈，伊是因为背叛朋友。因为伊要甲中国建交，伊阵要派基辛格去，讲要乒乓外交哦，就是为尼克森开始，啊找不到理由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因为美国人无主动跟人家断交的啦，美国人跟你建交以后就是建交，就是朋友了，要断交一定是你先开口，不然就是宣战了，所以美国人不断交的啦。他要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断交的时候找不到借口，只好怎样？只好尼克森下台。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，以2758号决议文光复节，中华人民光复联合国，在10月25号，这天是不是定光复节？是因为因光复联合国，蒋匪被踢出联合国，这牡丹社事件哈，就是八窑湾事件。咱这54个牡丹社事件，这就原来迄阵啊，日本人伫个鹅銮鼻迄个位啊遐触礁被杀的，这拢真正的啊吼。咱看较紧的哈，咱历史哈。是要见往开来，对不对？见察以往，才能开创未来。啊，你的历史那是写假，你以前写的历史都假，这样你会有未来吗？所以啊，你写的历史都是假的，注定要灭亡。哦，这很简单的道理。他都跟你教说，这个人是成吉思汗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伊个名号做成吉思，号做铁木真，伊毋是号做成吉思汗。哦，汉是大王的意思，皇帝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伊个名号做成吉思，毋是号做成吉思汗。伊拢甲你教成吉思汗，这个人灭了中国头一摆。中国就是伫这个人的手下灭国的，灭国了，真个人上巧，马上叫伊元太祖，对不对？啊，伊是啥物人？伊蒙古人呢？蒙古人打去到欧洲呢，这是全世界拢知的呢，世界史呢，欧洲拢总有40几国去互打落来呢，有倒一国讲元朝是阮的朝？元国是阮的国，成吉思是阮的太祖，去用灭国去啊，搁共叫太祖，干那支那人才做会出来。因拢甲你讲大陆，虾米叫做大陆？大陆就是比格陵兰岛较大的，拢叫做大陆啦。哦，大陆就是有很多国家的地方才叫做大陆。世界上总共有6大大陆，哦，你不要被他搞错了，以为大陆只有中国大陆，中国那个大陆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国家，所以才叫做大陆。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它只有一个国家呢，中国它里面有很多国家哦，有大理国、吐蕃、东土耳其斯坦、蒙古。还有奉天、
满洲国，所以啊，你不要误会了，被他教育教错了，他是灭了很多国。这条歌要唱哦，万里长城，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高粱肥大豆香，遍地黄金少宰羊。啊，伊就甲你讲个足清楚呀，哦，长城的外面才是故乡啊。那你是什么人？你一定是蒙古人啦，不可能是汉人啦，在不在？长城外面怎么会有汉人？为什么会遍地黄金？因为哈、哦、马牛羊沿路都拉黄金啊。这千个人哈、哦、拜托这丁伟良翻译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一翻译好以后，千国人很聪明，他马上知道有万国公法就不会灭国。全世界只要有遵守万国公法的，他就不会灭国。所以千国现在不是灭国，千国是被中华民国给继承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中华民国又被谁继承了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很清楚嘛。啊，万国公法哦，即马是国际法呢。法律啊，是保护会捌法律的哦。你若唔捌法律啦，法律就袂保护你。所以千国伊捌万国公法，所以就袂被国去。所以因即马讲话做啥？满洲话，对不对？因即马咧讲的话拢满洲话嘛，爱甲你骗讲这拢普通话，哦，北京话，其实拢叫做满洲话啦。伊若讲河洛话、讲客家话、讲广东话，安尼我就甲你讲，哦，迄有影。汉人咧通知，伊那会跟他讲普通话，所以啊，中原人哦，唔捌国际法了无？汉人、河洛、客家、广东，这些拢已经灭国去啊！引清兵入关，讲到最好听，对不对？引清兵入侵呐、啊，哦，没有说入关的啦，别的国家来侵略你的，你怎么会入关呢？讲啊，叫好听，这就是汉民族较早的土地啊。汉民族是这块件呢，伊吼讲北方的人吼、哦、在北狄啊、东夷、西戎、南蛮，这些国家拢土地足快，人足多呢，轮流统治中国，安尼。汉人啊，还会存吗？还会存吗？楚河汉界伫遮，对吧？这是规个一个看起来，就知影讲楚国甲汉国啊，偌大呢？中国人都无可能是汉人啊，台湾人哪有可能是汉人？汉人是为当时开始，为共产党甲国民党。才开始跟我们说有汉人的，无较早清国人讲啊啦，伊们反清复明的时阵无，因讲因是民国人无，因是东国人，哪有人讲伊是汉人？真难人上离谱就是遮，遮的皇帝吼，拢外国人哦，为秦始皇、刘邦、杨坚、李渊、成吉思、忽必烈。朱元璋、努尔哈赤，这些拢外国人，对不对？这敢听名，哪知影这外国人？啊，轮流给你灭国啊！啊，你叫伊太祖，叫伊世祖，叫伊元太祖、高祖，这真正全世界上巧的民族。伊给你灭国啊！你叫伊祖，都敢那慈禧太后，你。伊拍摄讲叫你拜祖嘛，讲叫你拜妈祖。咱台湾哦，叫做番啊，边部番、石番、青番，
啊，毋过呢，反是安怎？吉那人除了伊以外，全世界所有的人拢叫做反，对不对？比伊较先进的，搁较惨，或者白毛番、红毛番。啊，若比伊较落伍的，或者蛮夷之邦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这番呢，咱番是比伊较先进的呢，对不对？咱番是无咧贵的呢。吉那人是几落千年，就都开始贵啊呢，因已经贵到足惯势啊呢，努力吼做甲去发足惯势啊，无做努力足艰苦的。咱台湾番吼是无咧做努力的呢，对不对？全国人较早拢甲咱讲，因去南洋做生意，对不对？去南洋做孤立啦，唔是做生意啦，恁听唔对啊？做孤立哦。去美国嘛是做孤立，孤立是啥？孤立就是苦力啦，唔是做生意啦，恁听唔对啊？唐诗三百首，对不对？哦，较早拢啊，偌敖吟诗的《三字经》嘛，读个真好势。结果呢，《三字经》来用台语读才会顺啊，才会押韵啊。唐诗三百首嘛，爱用台语读才会押韵。你用普通话、用北京话、用满洲话读，没有押韵。你不要搞错，爱用台语念才会押韵。哦。等于恁家己小查一下就知影，网络即马足方便的。网络 Google 吼，要查啥物资料，我遮资料拢为网络来。网络足好用的，资讯非常公开。哦，啊，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吼，到遮就结束，谢谢。啊，咱若有兴趣的吼，拢会使调进前的片出来看。咱每一集吼都有影片。啊，下个礼拜吼高级班就。马上就来了，你们最方便，马上就可以上高级班了。哦，回去找州长报名，或是下个礼拜直接来这里报名也可以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